让我们一起加入客家风情，大家来讲客家吧。Virtually every culture has its own tradition of pickling food, including the Hakka people and their pickled plums. Plums are said to help with fatigue, stomach problems, detoxification, and improving metabolism. Long ago, the Hakka people would pickle them in salt and put one in their lunchbox to eat while working outside. Taiwan's east coast is excellent for growing delicious pickled plums, which are no less useful now, being used for alcohol, vinegars, in food, and even as a tourist DIY attraction. Yo, what's up? It's time for our Talk About Hakka on FM 100 ICRT.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go Leo。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 Joseph Lin。Hey, Joseph, hey. 我问你啊，花东地区你常去吗？哦，对。那花东地区的经济作物有什么？我想想，米嘛，嗯，然后还有哦，知道齐白，哎，就是麻吉嘛，对不对？对对，这两个都是。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种，你可能吃过，但是你不知道，哎，那就是麦叶。麦叶是梅子喽？对，像东部的低海拔的山区就种了很多的梅树，啊、而且全盛时期哦，台东地区就有1600多公顷的梅园呢。哎，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不知道哈？在东岸这边还蛮盛产，就对了。对啊， okay. 以外销日本的产品来说，农产品来说，哦、除了香蕉之外，第二个就是梅子了。哇哦！梅树从它一开始就很有经济价值。是，你看，从梅子树每年到了这个差不多是冬天的时候呢，那梅花多漂亮啊，就会有很多的旅客来这边看梅花。再来到了四月份是梅子盛产的季节，这时候就会很多人拿来酿酒，啊、还可以做成梅子醋，啊、是做成梅子精、啊。而且像台东的关山地区啊，他们就把梅子来做菜，研发出梅子特色风味餐。啊、当然啦，这也会跟我们的当地的一些观光资源来相结合，他们就推出了一些体验的小旅行活动，让这个游客自己亲手 DIY 梅子的各种产品。太好了，那梅子真的好多应用的方式，而且酸酸吃起来很开胃又解油腻，你不觉得吗？对啊，对啊，梅子吃起来酸酸的，其实哦，它是一个强碱性的食物。像早期的客家人哦，就会在这个便当盒里面放一颗腌过的梅子哦，哎，这样就让这个便当哦比较不会坏掉啊，所以它不是提味而已耶、它有那种像腌制品一样的道理嘛，会比较防止腐坏嘛、对对对，哎，太厉害了，哎，这样越讲真的口水要流满地了啦，我们赶快来教大家几个客语单字咯。好，包括酸梅的 plum， 酸梅，酸梅，然后会做成比如说梅汁啊，对不对、the plum juice， 梅汁，梅汁，梅汁，汁就是汁。 Now you know. Alright, that does it for today's Talk About Hakka. 什么 Hakka? 按字 say 张来了。客家风情由客家委员会监制。We Love Hakka has been brought to you b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